醒您下期看店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天外来客，流浪担当且上线。有人人设崩塌。高啊！哎呀，哈利波特！有人惨被套路。你合作过的女演员里面，你最喜欢的三个？你选择女朋友的三个标准？哇！哇！说出台上你最讨厌的人。鹿晗。说出鹿晗的缺点。我在质疑他的时尚。20周年全新企划，不好意思让一让，重磅来袭。这里是最针锋相对的残酷舞台。如果你们选择蓝色，我们直接送鹿晗。如果你们选择蓝色，我送你们杨迪。这招好狠啊！这里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明星创秀。我再见不能红着脸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？下周六晚，快乐大本营对你表白，爱不完。